一场意外，他的人生彻底崩溃。我建议你们领养一个孩子，貌似重拾幸福，却又是无尽的折磨。我疼了七年的女儿，竟然是那个凶手的孩子。他该如何解脱？原来你们一直都在恨我。你滚！安琪。隐形的翅膀，10月24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。